自从去年做咗消防员之后，有时救完火仲要去练波，都几辛苦噶。觉得体力唔够，咪做多啲 gym， 操翻 fit 啲咯。放弃，开始咗就会行落去，点会咁易谂放弃啊？就好似入火场同球场，时机就系嗰一秒，脚步一犹豫，你已经输咗。球场上都系一样，落咗场就要勇往直前。I never doubt。